现在童二已经死了，日本人一直以为童二就是那个说书人。你说，如果那个说书人再出现的话，会怎么样呢？啊，我明白了，你是想蒋干到书之后，再来一招连环计。 日本鬼子开着运输汽车50余辆了，满载着兵员弹药，浩浩荡荡，大摇大摆的走进了雁门关。这些日本兵还蒙在鼓里，这正是我们八路军早就设好的伏击区，犹如张开了一个套狗的大口，就等着日本鬼子钻呢。混蛋！这个你怎么解释？ 这个，您是八路的奸细，太君，我哪能奸细？我对皇军忠心耿耿啊，太君。你是童儿是说书人，我杀了他，你让皇军成了人家的笑柄。那哪有啊，太君？那也是童儿自己承认的。到现在你说是童儿承认的，童儿死了，这个录音又出现了。 你对这个录音总何解释？我坦白，太君。二爷啊，茶馆里，店小子说书的声音我怎么听着像您呢？几百大洋，2000大洋，这活就得二爷我来，别人不灵。哎呦，您就不怕？ 谁嘴快，给你说出去！谁敢？我一枪毙了他！钱呐，这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这年头，没钱行吗？您这么干就不怕牛老太君知道了？别和我提那老王八蛋，一提他我就一肚子气。二爷，您慢走吧。 太君，我坦白，太君，我交代，你差点坏了皇家的大事。是太君，我该死，我就是为了报复童二才和秦凤鸣。坏了，太君，我们差点中了他们的连环计。秦凤鸣，秦凤鸣，借我的手假录音，杀了童二，他知道纸里包不住火，您知道了，肯定会杀我。 太君，我也是上当了呀！太君，我愿意立功赎罪。反正童二也死了，你鞍前马后不也得有个人伺候吗？太君，秦凤鸣，那个该死的秦凤鸣，还有丁茂春，指定是受了共产党的指使。太君，我愿意作证，杀掉这帮共党抗日分子。好，走，开路。 站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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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这是要抓谁呀？听说要抓秦凤鸣啊？真的？真的？你说现在日本人怎么净抓汉奸了？谁说不是呢？报告，没有发现秦凤鸣。封锁所有码头和交通要道。是。他妈的！喂，哎，太君，秦凤鸣不在这儿，会不会在家呀？走，撤，快走。怎么了，喜子？大人，日本人要抓秦凤鸣了。真的吗？这不，我刚从茶馆回来，日本人没搜着，马上就到这儿了。师兄，嗯，赶紧走，日本人抓你来了。抓我？因为咱们那事儿啊。对，快走吧。
那你别管我了，快走吧。好，我先走，我先走，我先走。喜子，万一我出了什么事的话，我娘、我妹、我姐、麻红都交给你了。别去，你也跑吧。我不能跑，我要跑的话，院子里所有的人都会遭殃的。走。 秦凤鸣在吗？哎呀，真不巧，秦先生不在呀。去哪儿了？这不知道。暗中帮助共产党，跟皇军作对，你知道吗？啊？不知道啊。共产党？共产党算哪门呢？什么哪门？共产党就是八路军。说，你是不是也参与了？没有。 我是良民，我没有参与。你们不找秦先生吗？别找了，他真的不在。他也不会回来了。这么样吧，我跟你们走吧。嗯，我知道你不怕宪兵队，我不抓你，我只要秦凤鸣。你要不把秦凤鸣交出来，这个院子的人都得死。你说你拿女人要挟人，你算什么能的呀？我说过了。 我只要秦凤鸣，我跟你说过秦先生不在不在，你听不懂吗？你聋吗？啊！不就找一个说书人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你心爷我就是那说书人，哼，你们太傻了，童二死了，你们现在才明白啊？混蛋！你好，太君，那说书就是他，就是我，怎么了？给我抓起来！上，绑起来！报告。 日本已无条件投降，中美英苏同时正式公布，中央社讯，外交部公布，日本政府已正式无条件投降，投降电文系经由瑞士政府转达，原文如下：关于日本政府8月10日召会接受波茨坦宣言各项规定及美国贝尔斯纳国务卿8月11日。 以中美苏英4国政府名义答复是，日本政府仅通知4国政府如下：一、关于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之各项规定是，天皇陛下也已颁布赦令；二、天皇陛下，太好了，日本人终于赶走了。是啊，咱们终于要熬出头了，熬出头了。日本人终于完了，终于完了。 是，那就可以去找我爹了。爹就可以回来了。太好了！太好了！老天爷，保佑我妻子早点回来吧。执行上述条件之各项命令。嗯，马处长。 同一堂父子在北平沦陷期间充当汉奸，罪行累累，罄竹难书，在下都一记录在案。北平沦陷期间，你做了些什么呀？嗯，为了抗战大业早日胜利呀，我委曲潜伏在汉奸童二身边，收集同一堂父子罪证。我潜伏期间还救过许多抗战志士，终于皇天不负，让我觅得良机，终于除掉了这两个大汉奸。我怎么听说同一堂？ 是被孙鹤廷说书骂死的呢？对呀，这个没错。但是送医院的时候还没死，是我在路上做了点手脚，故意让车开得慢点，他才死在了汽车上。那童二不也是被日本人秘密处决的吗？那是我在日本人的时的反间计呀，童二也是被我亲手处决的。
我还在电台救过孙和庭，还有他的徒弟金凳，那都是在我的帮助下才逃脱了日本宪兵队的追捕。都是你呀！你说这些有证据吗？有啊，处长。这是我领人在铜公馆收缴的服差清单。 这些东西现在何处？搁在十里花园的一个四合院里，里里外外堆得满满当当的。哦，要不我领您搂一眼去？处长，请。处长到。处长，您看看，这些都是上好的红木家具，这些全是逆产。您看这个，处长。 您再看这个，全出去吧。怎么样，处长？处长，您再看看这个。查招清单？怎么回事？先前给你那个不够详细。 这个才是详细的，先前那个十几页不够详细，这比一页就够详细了。为党国效力啊，自然要核查清楚啊。原先的是供处长参考，这个才是最后核实的佟家逆产。一页的是佟家逆产。对对对。好，明白。对，为党国效力，就是要这样尽心尽力。哦，是，记住了，处长。嗯。